我们今天就玩好玩的捕鱼场喽，真的非常的好玩哦。我强调玩法啦齁，我觉得跟你们讲一些时装那个没有意义啊，我比较想要实战。对，但我也天希望我有免费的自动啊，这期目前缺点就是没有自动而已，其他的我觉得不错，中奖率也颇高。壁纸大游戏就是好玩啊，我觉得没骗你们，因为这类型的游戏齁，很多游戏很多类型都其实壁纸都很小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壁纸要大一点比较好玩，而且你看它有大奖池，因为在开乐透的感觉哦，非常有趣。哎，我的锁定卡用了哈，大奖池一直在累积中哦，累积中。但我觉得都是几率啦，所以也不一定会中，随便。